我以前还小，太傻，太天真。可是现在我已经长大了，所以我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我不想被人带去荷兰，希望政府不会控告我，你们也控告我不了，因为虽然这影片的声音还有影片中的人很像我，但是我却不能够100%肯定影片中的人和声音是我。谢谢。